苏律马，你的皇帝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哎呦哎呦，快快快，上前上前上前！我操，什么鬼啊！我是人类的意志，不受血肉之躯的限制。你妈现在排到的全他妈壮士！我操，全他妈壮士！全军出击！有没有？哇，你看这个造型，61/82的胜率，我操！我现在有点慌。死了你妈的，这皮的皮的，真的是没死过。造型没闪现了，兄弟。看，我杀了他，看到造型绕过来了，看到，要来这抓我了，看到，来了。就允许你打我，不允许我打你，是不是？来，互相操作。这人头给我好吧，兄弟。现在好不准啊，感觉。ADC 怎么回事 ？ADC 撑住。卢登。这剑圣玩的挺厉害的，感觉，因为他排到了一个巨稳无比的中单，让他很放心。他们滑板鞋回家了，他们滑板鞋，他们炸了里面。他们滑板鞋被他妈大锅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滑板鞋，一波一波一波。主编在干嘛？哇，我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昨天也是这样，你们发现没有？有些人打游戏打着就是在这挂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之前分段的人总是这样的，真的，我操，巨恶心，兄弟，巨他妈恶心。
我玩你。昨天还有个卡萨，你妈打着打着跟去玩手机，我的。好来，我操兄弟！死了！我直接他妈开炮！赵信来了有用吗？告诉我啊，有用吗？一波老实点啊！给滑板鞋好兄弟，抱个拳，鞠个躬。直接他妈一波，去他妈毛的下路去，去就是去，来来直接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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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扛不住的，他扛不住的，推打推打推打，真他妈累，我感觉真的我受不了了，这个